SAS 和弦可以弹什么？不过上次是比较偏爵士类的那个一些素材。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摇滚乐的话 ，OK， 你或者说你可能用破音啊，那你可能会比较是 blues rock 起家的，应该会弹一些什么东西。好，上次就这个和弦，E9 sus4，D9 sus4，或者说你说它是 E11，D11 也可以。那如果以乐理知识比较少的人啊，他可能就弹弹五声音阶，这个因为它是算属也算是一种属和弦嘛，那可能就是一般来说你可能一你就弹一 blues 一小调五声，那你 D 你就弹 D 小调五声。那如果你加一点蓝调音，E blues 跟 D blues， OK， 那你听起来会是这样子。我们先做个 loop。像那个，好比说你如果喜欢 Eric Johnson 的话，他会有一个，他喜欢蛮喜欢弹一个音阶，就是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说 ，sus 和弦里面的一度、三度、四度、五度跟降七，一三四五降七五个音。那如果这个等于就是很像你在弹这个和弦的组成音了，一三四五降七。如果你是一十一的话，那就可以弹这边了，根音在这边哈。一三四五降七，一三四五降七，一三四。特别是你这个三跟四，你可以这样，三可以推到四，再按四。这个东西，如果你刚刚用那个小调五声弹，如果你加了这个音，你其实也会很像现在这个东西，只是这个音的音群是少一点的，五个音而已，一三四五降七。那你到低的时候就弹一样的，好，听起来是这样子啊。换位置。
Eric Johnson 的风格，但 我可能弹的不像 Eric Johnson。那如果你想要像，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弹那个，上次有讲过嘛，我们弹 Mixolydian。不过像摇滚乐的，如果你喜欢 Steve Vai、Joe Satriani， 他们可能会弹，特别是他们的 Lydian 跟 Mixolydian， 他们都喜欢用 Legato， 或是用一条弦去弹它，然后加点摇感啊。好比说你，我们知道 E Mixolydian 就是 E 调的一二三四五六降七。说你 OK， 但是这是没有手法去弹它，你可以用横向的方式去弹，比如说，像这样的方式去弹，那你转到低调的时候就一样。好，那你放在音乐里面就是像这样子。Thank you.